那马先生，我问一下，就是您觉得就是明宇他们现在年轻相声演员的这种氛围啊，跟您当时年轻的时候相比，就是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他们这一个心，如果你们再把传统的技巧拿过来啊，那就更好了。嗯，这传统这东西是好，它是那个时代需要的，它多少有些时代不同了，就得迎合新时代。没有创新的艺术，就是不流之水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这水老不流，臭了。我翻到一张照片，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明宇啊。马老师，你怎么还有跟张惠妹的合影呢？嗯，这得说我那纠纷的影响，因为他听了咱们天电台播这个，嗯，有点意思，他想学相声，我说那根本不可能，何况他没那么多时间，我让六甲交给他添添快板得了。我有更珍贵的资料啊！真的，我连那场演唱会的视频资料我都找到了。来，各位朋友想看吗？咱请看大屏幕。我叫张惠妹。这可以说是又刷新了一个相声艺术的一个新纪录，在演唱会上把咱们天津快板演出出来了。